夏威夷，哦，夏夏威夷，啊？喜欢吃的东西吧？啊，你东关有的是。是炸的吗？炸那个，又别烫着了，哎呦，烫死我了！你看我的，我去死了，反正我去死了，别啊！煮好了吗？煮沸啊？沸哈！好家伙，设备差，看俺表盘上面写什么时间了？看着，你把他造就出来的。你哪里人啊？咱这公司就我们部门就我这。好的。这个上面看还是什么？因为这个相机里面看起来就，神奇了这玩意儿，我感觉出来就神奇。然后咱不如说抢，咱直接用这个。对。这你看，这个又不会掉色，不会干什么。是的，就这东西100万啊，20万呢，一盒，看到没有？没有啊。如果人底层啊，生命撑不到死，20万年之后，人一盒烧的人可以弄上东西，20万。我一想，你看看这些东西，你看看能
都退老长时间了。嗯。啊。嗯。二十万就是花了六十，就是两万，就啥？太能花了。二十万。别说人家做这个文明都消失了，别说二十万年才出现新物种，你都找不到二十万年以前的一些。人类文明是多的啥东西。那你说咱之前，就咱之前一是不是还有人？我都很好奇。有可能。嗯，有可能还有一茬，一茬一茬。真漂亮。